这是锡克教的教堂，应该是说庙。那怎么会有回教风格嘞？因为锡克教其实是印度教分出来的。奇怪了。现在印度都用这种扫码的票，然后用手机在扫。Thank you. 他好像一直用跳的，不是跑哎，他用跳跳跳跳。见了不跑了。他们的叫声是这是我自创曲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把它倒转了200米，自己这边应该是非常漂亮。对。哎，然后定七七五哦。太清楚了，对啊。那我们来做一个实验，你到那边的墙壁。你。这边吗？哎，你靠着，耳朵贴着。我跟他玩一个游戏。可以耶。对，可以。是空气中有在。好，谢谢你的合作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因为哦，这是纯石头的建造，但是呢，石头的传导性比空气还要好。即使我外面讲小小声，它也没有听得到，没有。哎，对。啊，你等一下哦，出来的时候可以跟你的 partner 玩一下，哦，就两边对对角。哦，按讲小小声，就是说金汉万子在。好，然后呢，待会哈、哦，我们
们走进去哈，一点点中间那一个哈，就是西金达拉大帝的棺，旁边呢是他们的家族的家族的棺，然后里面他会突然大叫一下，所以回忆一下，你先选埋藏 ，OK， 好，来点，你跟你头前干嘛？可以照相哦，这个是真的，然后都是大理石，哎，大理石。关户就真的。对，要叫他出来一下。对，过了。立刻。哦，他们呢？这是上面的东西，这是真的东西是在下面。对。哦，这是仿的。对，是仿的。台湾。